掌声鼓励银慧。我觉得这场音乐会啊，跟我平常看到音乐会最大的不同就是，这场音乐会就特那种感动是那种，就是怎么讲，那个感动是我觉得有一种无法讲的感动啦。然后会感动是第一可能是我自己判断，那我觉得是那个导灵人的，他是一个整场的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。那再来那种感动就是，我觉得每一首就是大家每个演出者他们准备的曲子可能都是 for 谁。对，那他有他的故事。谁？对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故事性，到台下人听得到，台下人听了就会觉得，哦，原来你这首歌为什么会弹这一首歌？那你的意义何在？然后就会跟着他，然后一起牵到那种音乐世界里面去。然后这么多首歌，那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《回家真好》。那因为曾经也工作，然后读书，那在外面流浪一段时间啊，然后当然。对啊，然后那段时间当然是真的觉得，其实，这样还是一个避风港这样。对，那以上就是我的报告。报告哈，很简短，因为我真的没有准备。